如何快速绘制三维倒角瓷砖模型？我们绘制一个矩形体，注意成组件，对组件进行多份复制，对终点向上复制一份，之后选中两行向上复制多份。我们编辑随意一个组件，背面进行缩放，另外一个方向也缩放一次，调整一下高度即可完成。关注优项，带你了解更多 SketchUp。